看一下他们的 AD 路阿离跟小七吧，在推掉下塔之后是选择继续推二塔呢，还是回过来把线换回来让雪人这个龙女去下。嗯，龙女塔下要被强杀了，女死掉了，又在闪现，然后这个 ADC 辅助并没有选择换路回来，还是继续推，这样用两路优势换一个前期女警这一路的优势。皇子到塔下也危险，皇子也要死，这波来的有点冒失。哎呦，这个闪现躲晕躲得很亮。是。他主要是刚才进来 EQ 那一下没有能够直接打到位。他本来想反杀一波位的。哎，下路这边是来了一个辅助。没杀掉。换了一波技能。狮子还是把闪现留在身上的。龙女回家死回家以后继续回上路，并没有要换回来的意思。嗯，就是龙女这个英雄在打瑞文的时候本来就不好打，她晚到了以后就天生的就一直是被压制的，而且回家补了个锁子甲，皇子也不是很好帮她。你想啊，龙女这个英雄并没有控制，皇子的 EQ20 也不是很稳定，而瑞文又是一个特别灵活的英雄，你皇子想要去没有在没有先手控的情况下去晕瑞文的话挺难的。这文在塔下是不停的在跟卡萨丁换血。哦，卡萨丁还是一个主意的点法。哎，皇子直接走过来一波，背后跟了个脚击没敢动手，动手的话还是他自己亏。现在位就无限帮上，哦，这波还是不错的，把血给耗掉了一半。又是大招，上路又抓这个龙女，龙女有雪人好惨，大招死，雪人又死一次。啊，这盘 UZI 起来了，皇族看来是有机会来扳回一城啊！现在局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情况。下路的线现在是推到了女警的脚底下，上塔自然差不多能推掉了。26个补刀的这个龙女，66个补刀的瑞文，然后卡萨丁是只有39刀，然后另一边上单的这个狮子有54个刀，就是双人路压的狮子其实补刀跟 ADC 这个66刀的女警比，哎，但是这边差多少，偷了一条小龙，这还是很赚，想要抓一下狮子，狮子有大招，应该抓不掉，狮子还没有开大。锤石来了，锤石拉回来，勾，给大杀了，杀掉。狮子大招是在 CD 吗？